欢迎来到家长资格考试，只有通过考试，你们才有资格培育祖国的花朵。如果我们拒绝呢？那就让你们永远消失。好，我们接受。这是三天后你们的考试内容，到时候见。先准备考试。所有人来乔总办公室，马乔总。这个有点难，这可是我攒了多年的积蓄，绝不能给老人们零花钱。就一块钱？一块钱是啥？难怪你们把我养大的是苦工资嘛！我好啊，原来是你后悔。体罚孩子可是直接不及格哟。姐姐们，见面。